好多集之前整咗个 DIY 一丁味精之后呢，我哋迟迟都未研究个面饼啊。而今日我哋研究一下煮出前一丁嘅方法。点解研究啲咁基本嘅嘢呢？其实呢，越简单嘅嘢就越多方法整，甚至乎可以话煮出前一丁嘅方法呢，每家每户呢都系唔同嘅。所以今次嚟一次大集合。一口气试劲多个 combination， 睇下点样先至整到一个最好食嘅出前一丁。戴翻头盔先，我觉得一人费事俾人话啊，你嘅方法唔正宗啦。咁今日嘅实验咧，最主要分成三部分啦。第一个就系时间，第二个就系汤底，第三个就系过冷河啊。事不宜迟啊，我哋即刻开始整啦。不过当然啦，每家每户用嘅煲都唔同，传热度又唔同，咁所以咧，以下实验咧系可能有啲偏差嘅。咁第一个实验咧，基本上就系试咗我哋最简单整嘅方法先啦。咁就系滚水落面，唔冚盖咁样，用中大火煮。我哋喺煮咗个面之后嘅两分钟、两分半钟、三分钟，如此类推，去到四分半钟，每个时段都执咗一注面嚟试下。结果咧唔讲咁多啦，就系下面你可以睇到分数噶啦。五分为满分，红色为唔合格。绿色咧就为合格，而蓝色为最高分嘅。而我同我屋企人咧，平均嚟讲啊，系最中意就系3.5分钟嗰个质地嘅。咁跟住即刻进入第二个实验啦。因为上网 search 过咧，其实好多人咧都话咧啊，煮一阵然之后冚盖，其实反而更加弹牙。咁究竟系唔系真咧？我哋分别咧试咗四个 combination 嘅。咁我哋发现咧，呢四个其实都好好食，特别系总时数为四分钟嘅两个 combination 啊，系都真系弹牙咗噶。所以结论得出咧，系真系煮一段时间之后。冚盖再焗会好啲嘅，咁而网上面咧亦都有另一种煮法，咁就系冻水落面先开火嘅。咁但系呢一层咧，我自己试咗两次去整呢个面咧，都其实系失败嘅。咁啊，我感觉就系咧，无论个煲嘅传热有几快都好啦，其实个面咧只要系喺冻水嘅时候落咗落去咧，都其实有机会已经浸淋咗少少噶啦，引致到最尾咧系冇咗一种弹牙嘅口感嘅。咁当然如果有冻水落面嘅 fans 嘅话，话俾我哋知究竟有啲咩秘诀嘅。咁所以咧，头三个实验嘅结论得出，滚水落并且冚盖焗系最好嘅。中大火六1分45秒之后，再焗2分15秒嘅时间，咁就应该系 perfect 啦。咁好啊，我到第二个步骤嘅实验啦。汤底方面咧，嗱，最主要有两个意见嘅，一系咧就 keep 住落面嗰个水，就直接落个粉落去捞；一系咧就唔要嗰个水，而系用一啲新嘅滚水去开个味精汤嘅。咁當然啦，有一部分嘅人咧係會因為健康原因而選擇去換水嘅。咁但係純粹講味道的話咧，係真係唔換水會好啲嘅。佢感覺係面同湯係比較一體化，而成個味道係融和一齊嘅。所以咧，今次如果以好味行先咧，我哋決定唔換水啦。去到第三個實驗啦，過冷河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多人拗嘅一點啊。好睇你著重啲乜嘢啦。如果你係著重温度嘅人咧，咁的而且確唔過咧都 OK 嘅。只要你在煮面的时间方面掌握得好就已经 OK 的了。但是的而且确过了冷河之后是会令到面质弹牙一点的。所以就好看你的取舍了。而我集合了我和我家人的意见之后呢，我们发现最好吃的公仔面的 combination 呢结论如下。嗱，唔好 judge 我啦，呢个系本台嘅立场嚟嘅啫，并非代表你本人嘅意见嘅。所以咧，用呢个方法去试一试整个 final 出前一丁，我嘅感想系咧，其实系真系几好食嘅，系令我发觉到一啲令到出前一丁更好食嘅方法。但系只系今次因为已经试咗成7个面啦，我真系已经冇胃口再食啦。只系希望今次实验帮你悭到唔少嘅时间，你就可以喺屋企试一试究竟呢一个 combination 啱唔啱你口味啦。吃了这么多公仔面之后呢，很明显钠的摄取量完全超晒标啊。我想起一个四字成语呢去形容我现在要做的事啊，就是当机立断。